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早上好，吴老在吗？哎，吴老师好，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好的，我坐这边，你坐这儿。我明天因为正好是教师节了，吴老师是从80年代就开始参与到中欧的这个项目当中。这个已经是这中国经济的讲义已经成了书了，开始的时候没有书的。 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和泰斗，以敢言著称，被媒体称为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值得听取的声音。他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终身荣誉教授，见证了中欧的创立、成长和壮大。 就是我到上海去，接触了上海市的几位领导，他们对于中欧到上海建校都是非常热情支持的。我们的几位校长啊，都是兢兢业业，努力的去把我们这个学校做起来。祝福我们中欧。 建院25周年，这个节日，希望我们沿着中国深度、全球广度这个路径呢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